阿母，阿母，我转来啊！阿母，阿母，我的贴啊印好啊，啊，我专工吼，摕头你看啦。阿母，来，你先看。哦。水水水，水吼。嘿，我来袂看。来。对啦，燕弟啊，你安尼吼，人俩厝贴，阿天照个阿娘阿婆包食，哈哈，甲你讲笑的啦。阿婆，阿你也是唔感觉假哦？我呢目睭金金，看你要嫁出去哦，讲实在，真正是唔甘啦，是讲。燕弟啊，刚才我相信你哈。阿母，阿你是人无爽快哦，阿你药啊敢有吃啦？来，燕弟，阿母来，不要紧的。这啥？阿母，啊这啥物啊？咱门口遐哦，有一台白色的，啊去看就知啦，啊，是。哎，虽然是二手车，但车况维持得很好哎。阿母真的很用心送你车。哎，还有彩球。对啊，那个老板人很可爱。他说：“虽然是二手车，但还是要放个彩球，比较喜气。”嗯。其实我阿布是怕我骑车危险，也希望我们以后开车来回家里比较方便。我知道他还是舍不得我家。这个我也有读到，阿布啊，就是担心你嫁得不好，才会想要把你留在他的身边。但他又怕把你留在他的身边会耽误到你啊。可是看他这样，我就很舍不得啊！如果我结婚了，谁照顾他？所以阿布才会送你车啊！有了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经常回来看阿布啊。我知道这是阿布对我们的祝福，我应该要开心。可是没有可是，阿布现在身体不好，他情绪很容易高高低低的。我们要这样一直维持笑脸，阿布才能安心嘛。上车吧，上车。以后啊，我帮你开车，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。嗯，谢谢你愿意当我的眼睛。那我也承诺你，以后只要你要出门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嗯，系安全带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不是给你5万块钱买车，那现在阿布送你车，那5万块呢？既然阿布送我车了，那我就一手收车，一手收钱。那5万块哦，就当我的塞卡。哎，你都还没有过门，经济大权就被你夺走了。嗯，我可是掌握方向盘的人。好帅。什么人来拢同款啦？我袂记啦。阿爸，啊，即身走迄当阵，你阁甲我安慰，叫我较坚强诶，是安怎美婚结婚遮尔欢喜诶代志，一点都坚持袂起啦？阿爸，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来参加。对啊，阿爸，啊美婚吼，因阿母着破病，婚礼是一定无法当好去诶啊。咱若是用个请阿爸吼来牵新娘，吼一定会互即个婚礼足圆满诶。啊，而且。这给阿爸来看也是很合理的啊。家永远是我的后头厝，我一定会常常回来。阿爸，我真的很希望你会回来牵我的手，带我走婚礼。对啊，阿爸，啊婚礼吼，都要有主婚人啊，对不？啊，南方那边的老爸也已经没在啊。就请阿爸吼来替美婚主持这个婚礼，回去就好。
好不好？阿爸，啊，阿爸，好啊，恁的意思吼，爸拢知影，恁拢先回去，好。考虑一下啦，若是安尼坚持不爱去哦，你会一定感觉足遗憾的啦。阿爸，你嘛会同款？阿婆。医生讲哦，你即马哦愈来愈好啊啦，你要乖乖食药啊。爸妈呢？美芬啊，你真心疼乖因阿爸啊。阿爸敢真想把我当作伊个亲生查某囝，连我订婚，伊拢无爱来。恁阿爸毋是无听你呢，在我伫想哦，恁阿爸可能想讲，这是咱庄家的风俗啦，查某囡仔啦，送出去就是别人的，伊也无请用你啊，你结婚要叫伊坐大位。杨公哦，伊是扣现成的啦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从来毋捌甲伊要求过啥物的。即届啊，我拢已经甲伊拜托啊，还是毋肯来。伊也无讲，伊结婚伊一定来啊，搁等看咧啦，有得甲伊回心转意啊，即个嘛乖乖乖。你身体哦，也袂较好。啊，是惊讲你今日一天我无法度通去咧。阿母，你一定会好啦。你的身体健康哦，比我结婚哦搁较重要。阿母吼，袂予你一个人行红地毯啦，吼。我会替你烦恼。到我迄一天，我母若真是行袂叮当，我都已经拜托恁阿姐啊，将这个婚礼一定爱给我主婚，才袂用笑讲你后头出无事，我人啊。阿母，不要紧啊，你若是行袂叮当，我爱你去。讲什么囡仔？有来吗？阿哥来了啦。阿爸。说阿爸衣服都穿好了，然后到出门的时候又说不来了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哎呦，你看你这样子，那个新娘妆哦，画了一个早上那么漂亮。哭花了就不好了，阿父无法度来，阿爸嘛唔来。我要结婚，拢无人替我做主啊！我们结婚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，
做啥等啊？趁趁他爱上班啦，早卡我来就好啊。啊，我，你有食卵无？有啊。啊，有卵来片，卵卵好啊。哦。啊，你敢有咧泡牛奶？泡牛奶。会晓未？会。泡牛奶吼，唔通泡啊一角一角哦哈，安尼用滴会黏。哦，好。你吃看麦，看有好吃无？来来吃早餐啦！荷包蛋哦，阿多讲一粒嘛？无喏，人这两粒是要放米粉吃的。哎，阿啥米粉我无？好啦好啦，我过来给你蒸啦，吃两个你计较。偏心喏，你的茶。哎，啊你不是说妈以前是千金小姐，都不要进厨房的？对啊，她结婚之前是千金小姐啊，但是我爸是基隆区长，然后进她版的。而且我们家兄弟姐妹啊很多个，我有五个，所以他手艺上练一练就越来越厉害了。啥？伊煮给你吃？对啊，啊，阮大家佮讲吼，迄麻油炒白莲仔菜哦，是对查某囡仔足好诶，伊特别用给我吃的啊。哦，伊是真好蛋呢。你家叫恁大家煮给你吃，啊？哎呦，阿母，我是安怎教你啊？我不是跟你讲，若嫁去人家，都要奉台公婆，啊！你煞叫恁大家煮给你吃，哦，人哦，看破嘴唔讲啦，啊！来藏心内哦。因为讲哦，这个老母唔知安怎教查某囝，哎，哎呦，啊，我就真正袂晓啊，袂晓就爱学啊。啊，若讲袂晓，逐项拢唔免学，啊，你上班是要安怎？啊？哎，做人心薄哦，唔想讲哦，本来迄支嘴甜就好啦。弟哦，做搁较济，我嘛惊无够。你搁敢倒来讲，是恁大家煮予你吃？唉，让恁大家哦，嘛是一个千金小姐，人伊都养起学，啊，你是安那无用的啦。你看啥？哦，有一挂煮菜的食谱啊。啊，你中昼唔食饭呢？看食谱就罢。老师，我拢无想到讲结婚有足济代志爱准备爱学。哦，互恁大家嫌啊？唔是啦，伊足听话的，也毋过我嘛袂当啥物拢袂晓啊，至少爱为较简单的开始学。来，我看卖，我咧研究啥物？荷包蛋。炒豆芽，哦，比较就简单嘞。有老师，你莫搞我笑啦。好啦，我莫跟你笑，你好好啊研究。也唔过我相信你，我看你平常时啊咧处理代志，咧对人绝对有法度。连咪，你唔来干那炒豆芽，你都有法度当班长。好，来，哎对。爱给你加油嘛！
尤美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吃破掉的煎蛋啊？我这次一定会成功，蛋黄一定不会流出来。哎呦，这蛋黄有没有破掉，这吃进肚子里面都一样嘛。不一样，这样才叫荷包蛋。荷包蛋。嘿嘿，成功了！哇，你成功了！而且蛋黄没有流出来哦。接下来啊，我要挑战一个更难的。吃什么？炒豆芽。进步，未歹未歹。妈，二姐，加班哦。一点没问题啊。哇，明明就搞了呢！之前还在说豆芽菜原理，现在已经可以煮一整桌菜，不简单哦。哦，豆芽菜。阿舅，我之前袂晓煮菜，就为较简单的豆菜开始，慢慢啊学啊。未啦，你煮的菜吼，佫香佫好食。我若听到豆芽菜吼，我就想着讲，有一摆吼，去年台风啦，啊哦，雄雄这个宿舍，我十外个人拢挤入来，啊，一间宿舍互伊挤起来，都甜甜甜啊。我咧想讲，唔知要用啥物物件互因食，就来煮一个青梅甲韭菜，啊，韭菜袂来用炒的，然后咧，佫新鲜惊食无够，甲用一盘足大盘的豆芽菜。丢丢丢，这我有印象，迄个时阵苦工寿啊，收留足侪灾民的，那时候我妈还熬那种大锅大锅咸稀饭，请大家吃诶。那个时候我们家啊，挤进一堆人，又湿又脏，又吵又闹的。我妈妈哦，一个人把所有的人安搭得合适合适。嗯，我妈是千金大小姐，她出门啊连钱包都不带，所以她可以哦跟那些灾民一起过日子哦，还煮东西给他们吃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啊，对啦，说到不带钱包，迪，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都是爸去付钱的？那是恁爸听的。伊唔啊，甲咱付钱啊！伊甲恁内底所有要用的大项物件、细项物件，甲你穿甲周至周至，甚至讲连恁查某囡仔咧用的物件哦，伊嘛拢甲恁穿。恁爸爸是爱恁的。我看到人，内面哦，还太累了啦。啊，礼拜天哦，还把工作拿回来做呢。伊拄只哦，刚才在困啊。你困较细声哩啦，上班拢较轻呢，吼。哦，徛边。嗯？酒桶我赢。哦，阁是你赢。哎，你起来啊！歹势啦，我困去啊。哎，我们刚才在讲哦，三个缺一个，现在不缺了啦。美云不会打牌啦。哎呦，没关系啊，我以前也不会啊，我和永志哦可以教你啊。哎呀，二姐不用啦，我从小到大什么下棋、打牌，拢就航班的啦。我看你遐巧哦，你二姐的 AI 啦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教啦。妈，我真正袂晓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打电话有附身，伊嘛就爱拍哦。哎呦，我等你朋友来，拢几点嘛？美云啊，你先来啦，我教你。好，来啦来啦，来来来。二姐啊吼，后摆咱家拢未欠卡，唔免阁叫我卡。嗯，来啦，我现在教你认麻将的花色，筒子、条子。腕子跟字牌，诶，真巧，诶，巧巧就会啊！我跟你讲吼，学麻将不要紧啦，手搁会运动，啊，搁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哦。你看看，
喂，倒位吹？通知。哦，妈，你的电话。哦。喂，哈，王太哦，阿伯哦，恁家的三车衣，阮家嘛咧三卡欠一卡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念伊来，念伊来吼，拄拄好，我要来拍牌啊，妈，我嘛要去，啊，你也要对哦，哎呦，爱哭去爱对咯，我去看你拍啊，啊，你滚。我应该无踮厝食饭啦，哈，啊，你唔免煮饭啦，哈。啊，恁卡细里哦。好。你妈很爱打牌哦。打牌是她唯一的休闲娱乐。嗯。我们一家人会打牌都是我妈教的啊。放假没事就约打牌聊天。可是打牌不就算赌博吗？有时候我们会用饼干代替啦。小赌怡情嘛，主要是朋友之间联络一下感情，聊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，聊些八卦什么的。你是不是还是很累？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不用啦，我去做饭好了。哎呦，这么累就不用做饭了啦，我们出去吃。嗯，那等一下妈跟二姐回来怎么办？他们是去打牌耶，不会这么快回来啦。难得可以约会，走，换衣服。从来没有男人帮我吹过头发，我也没有帮女人吹过头发啊。嗯，那你怎么会？我们家有五个姐妹，还有我妈，看着看着啊就会啦。哎，那你真的住在女生宿舍哎？嗯，你才知道啊，一群女人啊，像麻雀一样叽喳叽喳的，吵死。很好啊，我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那些亲姐妹。你看啊，像姐姐都结婚了，妹妹现在去美国了，只有二姐常回家，在你们家啊冷冷清清的。嗯，难怪我妈都去打牌。嗯，我连经不好啊，所以我不常出去玩啊，就找几个朋友在家里打牌，在家里打牌啊，也可以多陪妈啊。嗯，啊，你眼睛不好，我就常常输。怎么会？打麻将啊，都是用听的跟摸的。你没有听过自摸跟听牌吗？你真的不会打麻将啊？我们家没有那个习惯。哦，那下次我教你。等你会了之后啊，我们来比赛。我才不要跟你比了。哦，输不起哦。夫妻之间有什么好比的啊？你跟妈打牌，你不会故意输她、啊？我会故意让她赢啊，因为这样我的日子就比较好过啊。那为了你的日子要好过一点哦，你也赢不了我啦。嗯，好啦。小满，你过来一下哦。哦。你这个时间表有错哎。哪里有错？你看，7:30吃完饭离开餐厅。然后7:30又到饭店住宿，那中间的一个小时交通呢？啊，可是这样全部都要重印哎。反正内部活动游览车大家都坐同一台，也不会跑掉。还是现场请大家自己改啊？不行，习惯成自然。如果你内部活动这样随便做，以后对外的活动你也会随便做啊。该改的就是要改。嗯，好，我回去改。梅娜，我交代你的，我在下晡下班之前哦，交好我还阁会付啦。啊，你莫想忝，你起码有两个鸡尾糕呢。较早下班。对吼、哦，梅英姐还要回娘家。不行，今日事今日毕，我们加快速度，7:00把它完成。听到了吗？明天见啊！明天拜拜。我回来哦。哦，阿母，你今日精神袂歹哦，会当出来遮坐，阁有美女甲你掠零哦。我叫你无爱回来嘞。我今日加班啦。哎呦，啊你加班过来？
你就直接等伊就好啊。啊，来遮清清的，等伊到厝拢几点啊？对伊打电话歹势。放心啦，因拢知影阿母即摆的状况。阿母啊，啊你今仔日有乖乖食饭无？伊哦，一顿哦分几下便食，拢讲话无胃口，食袂落。哦，你无乖哦。你才无乖，叫你讲唔通转来，煞一天干嘛后头出来转来，我看先生体统。放心啦，我开车啊，足紧啦。紧，紧无才烦恼啦。开车较细腻啊。好啦，来啦阿母，来去洗身躯啊。哦。安尼，我来放水。哦。啊，这路个提起来啊。慢慢来哦，阿母，你的头毛足多呢。人讲哦，头毛若多哦，身体哦较健康啦，安尼真好。安尼哦，还是啥物人骗你安尼讲啦？我现在哦，规身躯都敢若剩只头毛上用呢。真毋是安尼咧，你即马哦，为头开始。全身躯都足健康诶！唉，人讲吼，头毛若粗，个性就硬。我参照你诶头毛咧，又密密，个性就是遐尔好，遐尔温柔。米粉啊，嗯，你诶个性就是遐尔善良，遐尔温柔。啊！你为着吼，讲我用看轻，都去比别人较坚强啊！我咧讲啊，即卖阿母是有当互你靠，我若有一天，阿母若是无法度互你靠的时阵哦，你都毋通啊，别人代志家己要担起来嘿。英弟吼，足爱你，也疼惜你。有什么代志，你阿拉某啊，手牵手去面对一切，知无？啊，知无啦？我知啦。黑色比较大方，好，然后字体要改成白色，这样配起来会好看吗？不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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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会跟厂商那边协调一下，看账是来不来得及。对，好。但是你们明天要签的话，我早上要先去打电话给厂商。然后再看我们的上司先过之后，然后送过剧本嘛，对，啊，好，啊，好，几点？中午12点要到，没有问题。对，那这个是主体的部分，那个包装应该要怎么处理呢？对，你们是要用同一家厂商，还是要问另外一家厂商啊？对啊，同一家可能配套比较便宜吧，对，因为你帮他做那个东西之后，他会觉得比较划算，所以他会帮你行动嘛。可如果你找另外一家的话，会比较漂亮。那出新的合约的话，我是建议给那个新的厂商比较好，对，因为新的厂商的那个风格可能会比较符合你们要的东西，对，那个风格比较强烈一点，对，那一般的顾客会比较喜欢，哦，这样你的产品其实一般的消费者会比较喜欢，哦。对对对对，请相信我们的专业，我们其实会给你们最好的服务。嗯，好，那就是先暂定那一家新的厂商。啊，终于搞定了，这个案子快要成了，我得追紧。啊，你怎么看起来很累啊？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你也很累啊，不用了吧，现在才问。是啦，就那个陈董啊，他还改来改去啊，就那个啊，
年啊，你知道陈董有多难搞吗？他叫我做这个钉。明明，你要不要上去睡比较舒服？买红枣是吧？对啦，买做八宝糕诶。哦，还是你哦、喔。啊，你妈妈最近身体有较好无？头家，你阁会记诶哦、喔？有孝诶人吼，我拢会记诶。啊，你红枣，我带你来内底看咧较好诶。好。啊，头家，我看迄外口迄三包一百嘛会用一啦。哦，迄无同款诶，即款较大粒、较饱甜啦。啊，即若要煮互厝诶人食吼，品质较好啦。哦，啊，不过细粒的摆起来吼，敢那较好看。你是要家己吃，还是要办桌请人客？好啦，我要做八宝糕啦，迄是阮大家的手路菜。哎，阮先生甲因姊妹啊，拢就爱吃的，我学做看卖啊。哦，啊，这好新妇啦。啊，你若要我做厝的人吃，我建议你买这大粒要较水啦。啊，你果是幼儿新妇哦，我介绍甲你算较俗的，买这种的好啦。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无摕半斤。半斤才几粒啊，尔呢？哦啊，另外我用蚵仔来投，阿母。啊，这红枣蚵仔介绍无同款，要投一般是袂使啦。阿母，我看你勤俭顾家哦，特别甲你三秘书互你投啦，特别的啦。啊，迄外口迄细包的。啊，细粒的，啊，我也是再送你一包，买大送细，食好佮食卡，大家心不拢满意，安尼好不？那你好，多谢头家啊。袂来。头家。啊！你遐搞做生意，物件阁好，无怪啊！阮大家讲一定爱来遮买啦。阮咧大稻田开店开几来十年啊，拢做信用的，袂当闹亏啦。米粉啊！哦。哦，啊！你也无等我回来，啊！甲你倒骹手，你得会晓做哦。啊！你讲你这明仔载要来啊？我想讲吼，若是从我开始哦，会袂赴啦，而且头一摆做，惊讲会失败啦。程度拄拄啊好，哦，你头一摆做安尼熬呢？我会记我头一摆做的时阵哦，啊，咱兜无半个人要甲我捧场。啊，你这头一摆做吼，赞！拜哪有人嘴口会错吼？啊，有你这熬，我都放心啊啦。啊，对啦，妈，啊，这红枣安尼敢会伤细粒啊？你哪会伤细粒？啊，你搁熬哦，搁会晓先落去拿汤水哦。有研究过啦。加一粒。哦。嘴开开。啊，嗯，好食无？嗯，好食吼。家己做这八宝糕吼，才知影讲，安尼酸甜啊酸甜，原来是因为放这侪物件。是啊，这侪物件摆到安尼水当当，干呐看着好食。好啦，妈，你先去洗身躯啦，啊，等下出来哦，差不多就会当食。好啊好啊，歹势呢，安尼只碗较长啊，啊，今日都无法度手气太好咧，一直自忙，啊，一直连总唔得，连到即摆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是讲即摆长啊，都拄好，都拄你安尼煮好势，我通食哦，我足福气。有吃，有吃。啊，我做几下咧啦，放伫冰箱。啊，那二姐回来哦，会当叫伊炸转去。哎呦，我咧讲，你母几波啊哦，啊这英弟嘛足爱吃呢，爱加留挂。有啦，留足济啊。啊，他下晡啊，你敢是会转去恁家？对啊。这啥物啊？这你啊，转去厝的吼，啊，看到恁妈妈提给伊，讲我要甲添福寿的。老岁仔人若破病吼，摕一个红，安尼万事都无代志啦。我都听英弟咧讲，讲拢叹气肝脏啊。嗯，即马状况无介好啦，啊医生嘛叫阮爱做心理准备。即阵嘛哦，你若有转去后头，免急袂转来，加找一块时间陪，伊需要你陪。
要有信心啦，做妈妈的吼，拢足坚强的啦。哥，这查的，你若人心忝，唔通开车，爱坐计程车回来，有听无？好啦，多谢妈。我回来了。哦。怎么那么香？哦，爸爸饭哦。嗯。哦，妈做的哦。嗯，我在这里当然是我做的啊。你不是连那个荷包蛋都不会煎，你怎？哦，武功秘籍藏在里面哦。什么藏？我是参考。做个菜而已，干嘛那么用功啦？我答应阿布要好好学做菜啊。你在担心阿布哦？嗯，希望他可以赶快好起来，跟妈妈一样会吃会算。对了，妈妈刚刚拿一个红包给我，叫我拿给阿布哎。大家都很关心他，嗯。啊，你今天是不是要去机场送客户？没办法去看阿布啊。啊，对，我回来换个衣服。建敏，那那机场麻烦你去哦，啊，我就不过去了。嗯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拜拜。阿母大家都在念讲，唔知阮影弟好无？你好，是。够紧的，拢头七啦。阿母一定是跟妈祖就有缘的，在跟弟妈祖生的时阵倒去。我个仔哦，你有听伊的话，赶紧结婚。伊这几个月哦，看你结婚的相片，一边看一边笑，看伊哦足欢喜。我嘛跟阿尊讲，伊若是看到我结婚，心情就会好啊。一定要你阿讲，讲你从细汉都会抱来，安尼困夹一顶棉床，你有可怜伊个，阿姨嘛足疼你。伊两个哦，平亲些，搁爱较亲。阿姨，哪遐听话哦？哪遐紧就走啊？阿母哦，就是足疼你的，才唔甘哦，你两边走啊。看我。
阿母，你哪会都无回来看我？我来接我啦，九点外呢。哎呦，唔免啦，两包就够啊。啥物两包就够？我看你那时候行路，安尼拜日拜日，也咪诚心的呀啦。小丫鬟家。从你当时回来，我拢唔知呢。阿母拢无回来看我，伊拢无回来。伊昨暝有来找我，我等伊足济工啊，为啥物伊拢无来？又甲我吩咐一句话，伊讲伊干阿你这个查某囝，无论如何叫我爱照顾你。出现在最美时。